你要60，看不出来，看你就像50。真的，你吃过新鲜的金线莲吗？我今天是在江州南靖哦，我们这面前这一大片呢，它都是反野生种植的红霞金线莲，像我手上这种呢，已经是长了有12个月哦。你老公有没有爱抽烟喝酒？有没有爱熬夜？如果有的话，给他安排。现在我们是回来了，叫了妈妈跟外婆过来吃饭。我打算用这个新鲜的金线莲炖个水鸭，做个凉拌菜，你肯定没有吃过。这一盒带回去炖给小妹妹吃。像这种新鲜的金线莲，常温带土的话是可以放1周的，然后放冰箱保鲜的话可以放40天。金线莲放下来，太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天了，只要放一点点盐就够了。这应该是我吃到最奢华的凉拌菜。调好的一些酱汁，这个一整，这个菜比较嫩，再切水一下，嫩。对，牛牛。好了嘛，我要从他那边发发发发过来。人家那边爱咋？嗯呀，那肯定。人家别家养他的狗子。嗯。俺老你讲老是早安啊，就白天，还恐怕不养你呗。本来都南站有南都老街，你那老米了。炖个汤，确实很不错。在这种锅灶的夏天啊，炖个水鸭汤真的很好啊。嗯。就是特别老人跟孩子，暑假的时候就这样炖。你这里经常这样子做？对。